月二日，由中华道教各自地区同道协会总会长陈展周，中华两岸自行车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刘成晓，区业地区庙张正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于建胜，总干事翁富宽，率领执事团队及随团善信大德众人等学生都向区界地区庙三圣帝君及列位诸天神圣奉香参拜，恭迎三上香最敬礼。祈求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地方祥和，百业永昌。拜。再上香，祈求庇佑四路铁马跑道，行驾时尊佛咒顺利圆满。红道协会全团会员供庙妙物昌隆。香烟长万里，香火万万年。拜。上上香，祈求庇佑顺福下弟子、上信学生和三圣父子的委员诸位。献花，花香遍地尽安全，恭迎圣驾前程现，观圣帝君神威显，庇佑众生万万年。一献。再谢，三谢，各位，献果，献果祭献寿神仙，功成果满大吉祥，吉安纳福圣境界，众生广度太平年。一谢，再谢，供上几人神状，财神福禄进家门。一谢。再谢，三谢，成。观圣帝君同道合道，铁马鼓励，恭迎圣驾无出。无以观圣圣旨广备，报告观圣帝君同道协会，执行单位中华两岸自行车运动发展协会，朝拜公庙，居业地居庙，朝早之旅，宜安县苏澳镇福州路。热血忠义红道旗，铁马直立跑道旗。各弟子，中华道教观圣帝君红道协会总会长陈展周，朝拜公庙区界地区庙主任委员张正武，副主任委员于建胜，总干事郭富宽，中华两岸自行车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刘成晓，今日执行团队正系圣德属灵人毕月主高。圣地武德天皇，福光大帝，观圣帝君，金盆鬼舞，威震九州，浩气无疆，中冠古今，万世流芳，法威莫测，四大至尊，灵命无上，解救人生，正气正者，热血一齐，中华大地的一个万世圣驾，头一下，一拳一个连神九后上。天地救护家弟子善信学生，全程恭向虚界地君庙观圣帝君及列位诸天神圣，恭迎三鞠躬最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就有这个缘分啦，吼，甲大家结缘，啊，有这个机会，欢迎台湾宜兰，吼，行行。啊，搁一个就是讲，今仔日我交代我准备有准备一个便餐啦，吼，啊，南面免客气，吼，来甲遮有这个缘分，希望大家若有时间，吼，伫遮经过，来这个昆台这个庙皇帝，吼，大家这个缘分接亲，吼，啊，有这个缘分，甲大家做伙，啊，感谢各位。最后，咱祝各位哦，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
好，谢谢。